哎，Hello，今天我们是测试，就是说这个降噪海绵啊，运动相机的降噪海绵，再加上了那个开启降噪，开启手机，开启相机里面的抗噪模式，看看能不能，两个合力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啊。三千回来的。新加坡的红绿灯呢，就是多哈。现在都是流行的，新加坡流行在手机上面套一把伞哈，套一把伞，主要是有几个作用，一个防下雨下雨防水啊，另外一个防这个太阳光太亮，都照到手机，照到你手机都看不见了。这个骑摩托车也是和骑车一样，就是你要就是有一点那个体力啊，体力要充沛一点，不然的话你骑也骑不动，你要腰也扭不起来，反正就觉得累。那你现在就是说体力充沛啊，一天你也没出去动，就在家里，如果听防控在家里工作的话，这样就有这个力气去骑。其实我们这个很短，就是说。来测试一下抗风噪的作用，两方面来合力啊，一个就是加了这个降噪海绵套，还有一个就是开启了运动相机里面的这个抗噪的功能。找个地方停一下，那个油罐没有带好。要去卖的是一个手这样套上去，一个手这样套上去，啊，这样。每次都忘了啊，每次都忘了系那个另一个带。摩托车的是转弯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两个轴，一个是你下，不然呢？一个是摩托车的这个行走方向，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这个
身体的运动方向，就是身体的运动方向，就是我们身体要往左边转啊，身体往左边转，然后身体的方向才是真正的那个摩托车转弯的方向。大了啊，哇，好爽啊！刚才吹吹风感觉真爽。普通汽车的加速能力是没有我们强的啊。普通汽车加速能力不可能比我们强啊，我们是零到一百的话是只有4秒的时间啊，普通汽车的话我看进入4秒的汽车应该很少，除非是电动车或者是高性能跑车，普通性能的跑车都进不了4秒的这样一个级别啊，快一点的车我看就普通的车啊就6秒啊7秒，但摩托车都是快的。CX8 这个新加坡已经现在看见很少，这个方向，人就是跟头的运动方向要接近，你的头哪里转，车就应该会往哪里转。头和我们的那个膝盖的两个东西的这种指向，来帮助我们转弯。因为我们很快，所以这边我们就没有车来停我们的位置啊，就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测试。好，来关闭我们的引擎，可以，就先这样，拜拜。